天是宝丽金崇德店的开幕典礼，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能拨空前来鼎力相贺。在此请代表宝丽金全体同仁向各位贵宾致上最诚挚的谢意与敬意。宝丽金自开创至今，承蒙寒暄餐饮集团的鼎力相助以及各界的不吝赐教，方能日新月新月进。而后宝丽金亦将一本初衷，顶着顾客至上，以高品质的服务内容，全体上下一条心的奋斗精神，来创造更好的佳绩。宝丽金餐饮集团一直秉持着好吃、好看、好感动，那深根在地的文化。那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身为一个台湾厨师，那不能不了解台湾在地的文化跟一些食材。到客人面前的时候，我会用淡淡的绿茶香味、绿茶叶，再去做一个烟熏。那打开的时候会有淡淡的烟熏效果、视觉效果。哦，你看得到，那也听得到那些食材的故事。我的养茶里面多了一个，就是日本料理。对，港式的日本料理，怎么让日本料理变得很港式？我用了那个叫哇寿司卷，哦，传统的一个日本料理的寿司卷，我用了烧鸭，广式的烧鸭跟花莲的剥皮辣椒，哦，把它卷在里面，哇，那皮脆脆的感觉，那感觉很棒。